不要。嗨 ，Coco。阿拉打呼了，好吧？侬打呼啊？啊，出去了来。哎，跑起来了。起来了呀。打呼了呀，出来。侬啊，出来了。姐姐哦，姐姐不要大家看啊，姐姐不妈咪看啊。好了，快点啊，再不能五分钟啊，听懂了吧 ？OK， 妈咪。哦，乐高怪兽来喽！啥尼亚？啊？哦 ，OK。Coco。哦，哎呦，是侬啊！哦，阿拉 Coco 是乐高怪兽啊！啊？哎呦，乐高怪兽又来了！奶爸呢，刚从香港回来，现在又去美国了。孩子们和爷爷奶奶呢，虽然相隔得很远，但是每次视频聊天啊，他们都有聊不完的话。奶奶呢有点不舒服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哎，没关系的，叫爷爷过来聊。他们在聊什么呢？他们在聊中美天气。嗯，认真的吗？啊，一般我们是没话讲了，开始扯天气了。每次姐姐练舞呢，四宝都要跟着学，所以呢，他又再一次的拿捏了姐姐的舞蹈。跳舞了，对，要跳舞，爸爸坐啊，妈咪开始了啊，妈咪请，妈咪请，好，坐好，跳。